算了，不好了，就好了一天天了。那是父，你又是父亲节，我们和农业都太忙了，活来不成。就我们给你做好好吃一顿就对了。哎，就不好了。你看，咱们咋惊险呢？不能过来，不能过去。大儿媳妇、小女子，没个人活了。哎，咱叫俺花蕊的，吃过了，吃过去。帮着老三，不带娘母。喂，娟娟。喂妈，明天父亲节，你给我爸俩给整点啥吃得了？我和你儿子俩回不去了。你明儿俩人都不得活了，忙很，忙很就忙很。不换就不换了。那就这样，拜拜了哦。你们忙。妈，这老儿媳妇给打电话，看38度潮被热出来，把电壶提上，伞打上，我去接去。着急些。喂，燕燕，咱家父亲节你咋还不来？喂妈，我不去了。去啥嘛去？路又远，天又热的，年年都是我独个，俺哥俺嫂子伢都不回来。我屁嘞，我还忙着，你赶把自己弄啥一吃对挂了。妈，咱过父亲节不也着急啥？人家大都给他女不打电话，你给女打电话，人家不来就活了。人家小明哥不看你，我这三媳妇带着我别别也去吃好的，喝好的，不要打理这。喂，妈，那父亲节我跟你俺就不回去了，我也忙着。你们连人也都回不来，回不来就算了，那就挂了。老汉，八十多了，也别站了，人都回不来，回不来了就算了。妈，咱俺大哥这都八天给打电话，这才想起过父亲节。是了，让他们坐飞机给回头过来看你来的，看你老两口来的。牵挂的你，看着你沾满老茧的手，他们岁月的泪滴。